哎、欸，我们去衣服开好了。哎、欸，阿顺，衣服六，一至六，六好 OK 啊。我创开十个人就好了吧？我突然刚才无意间看到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突然看到夜袭超想玩的。不要，夜袭高达一个小时多，不要。好啊，那六八六五。我学一下。六一至六八六五。有啊，得到了。玩十个，玩那个几个人就好了。不是啊，这十五人啊，爱要哪一张？图兵。不要，十个人就好了。仓库火拼十个人。哦，仓库火拼玩一玩就很无聊、哦。啊，就底下就有人卡水路哦。啊，卡水路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好啊，那个啦，意大利啊，不要啊，那个也一样很无聊啊。好，不然你玩什么？我就不要玩这个，我不玩这个，你就玩这个。要玩就玩这个嘛。不靠嘿，算了。我很烂，我这张地图超好玩的、欸。你信信我三秒闪退。真的很好玩、欸，你们为什么不喜欢？给三秒时间换地图，哇！我不玩这个。哦，有一个，不要玩冷门的啦，玩热。哎，这个之前是热门的、欸。我开。这里。不要。哎，你很奇怪，那热门的地图你都不要，旧时代热门地图你都不要。你在吵，你在吵，我开吧，走开。快点啊！哎，这张我没玩过哎，这张不好玩啊，这真的，就一大堆好水。好，走吧。哎，这个反而变成 C 三抄袭一些吗？没有，哎，上面打恩神器跟蓝浆，快。哦，恩蓝浆有什么好？就恩神器就好了、啊。好，恩神器。快点，我等你很久哎，那他搞。安神器，我把它当作人山了。好，哎，我神器就只有仓攻了。你有仓攻啊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啊，别人帮我抽的、啊。谁帮你抽的、啊？就是之前你跟我介绍的那个。我干，哦，阿杰啊。对啊，哇、啊！他之前帮我抽，他之前帮我抽好东西啊，但是他中了账号就被锁了、啊，然后我就很不爽。我拿了一把枪，绝对让你大开眼界。哎、欸，你欺负我！哦，你那个很痛哎、欸，而且还会定身。你说被电到还是怎么样？被电到啊！被电到就被定身哎、欸！哇哇哇！干嘛哎、欸？好微微，你看我就被定身了嘛！被定身有什么好的？这倒是好玩。哎、欸，我看中，突然跳狗，你很 over 哎、欸。还隐身小巴比，哎、欸，你的，操，那啥不讲话了？
敌人是隐身的，你听不懂吗？我有高手。哦，你又拿那一把，很恐怖哎、欸！知道哪一把？那个散弹啊。好嘛，我还贴卖贴。好啊，你拿那一把。你现在不也找不到我吗？哦，你现在人在外面，你知道？我知道、哦。哪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会痛啊！真差的。哦，还开爆头，也很猛吗？要来的话，我就拿这把狙死你。哎呀，不知道妹子是来猛的吗？你是来杀死的吧？不知道玩什么枪，干什么都没有人，好无聊。好，又是我，好呀，我要死了，我头上。哎呀，我在下面，来火车。哎、欸，怎么没看到人？我在货车啦。所以呢？吼！哎、欸，你很鸡巴呢。来了，有人来 ，RC， 哎 ，RR87 是什么的？在其实我在是 RC 还是 R8？ 你要不要说清楚？R8743791。英文应该没有比我差吧？哦，哎呀，你这怎么用的好恶心哦！然后怎么用的？抓羊，抓羊，暂停，抓羊，抓羊，抓羊嘞！你死，有蚊子，有蚊子！哇、哦，那你要多哎！这里有超多的。再切啊！哥哥爸爸真伟大！背吧！你怎么抓我？个贱人！老子要玩金箍棒，玩死你！再玩啊！我金箍棒，我拿眼镜蛇啊，再加上一个帕克跟你玩。哇、哦，这么猛！马丁，你个呢？干，他已经是蓝枪，妈的废物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他拿神枪哎！来看，观看戏好了。看，给我下来抓！你他妈你要还犯贱哦！没有比你贱就好了。哦，你搞我，我不能玩，玩神鬼。落，
妈的摇摆。哦，我按太快，按到马要卡屏了。在哥面前耍大刀，不要命了。你是很强给我啦，不要抢救啊！你要比级越神雷雨强吗？差我一点而已呀、啊！你给拉丁赛赫啊？我输不起哈、哦！别说我高高在上，你还不信？吼、哦！你当你在唱歌啊，高高在上，还是你齐天大圣孙悟空看太多了？齐天大圣孙悟空太多。本来这好像一定会赢你的，何况我的屌这么大。啊、哦，这是大屌的好处，还跳。这么近，你现在还打得到？多谢加速。西北吧，你真好。跑太快！啊，我笑，哎，这个好笑。金线，操！你跟他借点没关系，抓我。你很好啊，你很无哦，你射武器很无聊哎、欸。按错了，可不可以？好啦，那就走。笑了，这句这个好笑。他妈也可以，你真的很贱，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怪我啊！贱人，安安安安是贱人。你有比我勇敢吗？有啊。僵尸模式拿重狙，来啊！我也敢啊！不准拿准雷哦，你又不是神雷雨，所以你不准啊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有没有听到？我靠，这个人很屌哦！小心人，哪里喷的？哎呦！很屌是不是？该虐我，换我虐。超鸡巴呀！再虐我啊！哎，我不玩了，治理，人数治理法，干！妈的嘞！屌！哎，说真的，他好屌，竟然就直接趁你上来的时候就拿赢了。那个我也会啊，啊不是很强，很强啊！那等下就知道了。再拿刀啊！很会闪哦！再闪啊！你很奇怪，先让我虐他嘛！你到底是要虐我还是虐他？你又没讲清楚。我要虐另外一个啊！啊，你妈！我靠，这跟我是怎样哟？啊，你就一直追我，我怎么说？
该我有个小队友，以后按一原我的技能用不了，太无聊。我把他打下去。哇，这把太重了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他这里啊。哎，停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玩心理战术。我们先躲起来好了，我怕他突然袭后。倒水路，你不要卡我了，智障！哇、哦，你人肉太重了，打金蝎啊！我就没有金蝎，我就叫两把鸟枪吼。算了，我出去跟他玩。用不用？我突然听到很 over 的恶心声音。靠背啊！哎、欸，你很 over 哎、欸！开六啊，开六！时间就要到，我还开六干嘛？把他秒掉，不然干嘛的？操！哎、欸，我攻击又没有很强，你嘛想看嘛？也没有很强，要炮就是了。哎、欸！哦，怎样？又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每次边走都会掉下去啊？哎、欸，八哎，真心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玩过赢刃，说真的。好钝哦！是不是你的那个 GPA 5又害你钝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！我被卡到了啊 ，bitch！
有没有看到做你推屁股之力？好吧。超痛！再跑啊！哎，阿顺，只下你又躲在哪里了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顺，白痴，不要抓我啦！就跟他玩，哦，抓我呢？阿西的那个死游戏跑出来了。啊！改二点二像玛丽好不好？玛丽，我刚才才捅一刀而已。完妈！哎，阿顺，又能算吗？算吧。哎！干！他抢走了、啊。哎！哎呀！哦，烦哎、欸！超恐怕的南疆。我连下一个水路都有问题。战友南疆，你就不会南，都不会南疆，怪我。哎，阿顺，来，我跟你玩啊！不要，跟你玩没意思。你这什么话、啊？再没意思啊！我不信我成天跟着你，我就抓不到你；成天跟着神雷雨就抓不到你，真不爽！开金能被他抢掉。哎嗨！哎，另外一个到哦，我看到了，天桥走。现在怎样？水路都无敌就是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拿电锯，卡住啊！
搞毛啊！不要把那个提掉去哦，那很烦。马将恩蓝江跟玛丽就不恩。啊，蓝江有什么好怕的？照打他妈，我就不想跟蓝江玩哈、哦。哦，没玩，没玩过铁锤啊！他是位移哦，哦，皮亚这么恐怖哦，对。哦，再玩啊，恁袂生气啊？啊，他不是很会用枪？就正面突破。哦，你要表演多久？很会撑嘛，哎，阿顺怎么一直沉默不说话？我没有沉默不说话，怎么了？哦，又是我，哦，我按错了。好烦嘞！啊，选错脚啦！太僵尸嘞！啊，啊，你人在哪？树。就只要一个啊，一个白痴。不知道在哪里啊？
没救了。还有人要踢你呀！他妈，我都已经在录你，怕什么？这样就生气？不用生气呀、啊，我只是觉得是说这次真的还蛮多的啦，懂意思吗？就不想说。要、啊、不然你就重新开房，好像你都快结束了，还有两场，是吧？其实也没有说快结束。爹啊，我就等另外一场去了，打嗝啊！你还打嗝？啊？你还打嗝？没有打嗝，不然是谁打嗝？我在等另外。我听到一个很明显，我刚没打嗝。我刚才听到一个很明显的 rap 的声音，是我吗？哇，好鸟的枪，不想要。一样好鸟，剩几局？七加五，你就知道。我现在才发现大英雄旁边攻击力会增加、欸，有吗？有啊，会增加一两发。对啊，大概英雄旁边会增加一两发的伤害。一级。大概英雄旁边啊。多几只级，一只六几只级的。啊，我出来了。一只六九三九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点取下方的说明，可以到粉丝团获得我们最新的讯息哦。就这样喽，拜拜，阿顺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为什么要笑？你光是那个 GTF 买刀，刚买刀刚放进去就出现刮痕的事情在哭吗？